早餐喽。为什么那么开心呢？因为我儿子的烧终于退了。我们昨天住了这一趟旅程中最贵的一次住宿，那房子非常的棒，应有尽有，越又好，布置白色也很漂亮。唯一小小的缺点就是热水不够烫，水压不够强，就是小缺点啦。不过房子整体是很棒的，所以原本我实在是很挣扎，我今天到底要不要排行程，因为这是一个这么贵的一个住宿。对，要是我就不会排行程了。那我回程啊，可以啊，之后还是想要去，那就去啊。但是在我出发前，我就是去吃了一个我朋友的喜宴，她嫁给一个奥克兰人，她就跟我说，你来这里一定要去 Rotorua， 就是看他们的地热。原本我也有打算往 Rotorua 那个方向去，不过我是想要去一个叫做埃格顿农场的地方，然后她就叫我千万不要花钱去看羊，因为在南岛会有看不完的羊。所以我又在犹豫了一下，但我最后莫名的坚持，我觉得我还是要去自己去看看，确定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不必要的行程。我们叫实测嘛，好不好？去农场看羊跟路上看到的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，不一样的体验？那我们就要出发了，已经出发了。那我们就等一下就到埃格顿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景色。真是有惊无险，差点就要过楼了，就会拍一集让有些人过楼怎么办哦？看底下留言加一，让我们知道，我就会拍一集在纽西兰过楼。我们到了这个农场了，因为已经来不及看秀了，所以决定要放弃了。就来到这里就要回去，我老公应该很无言。反复女王，刚才有一个台湾人跟我说很值得进来，所以我又跑去买票。好，反正我们就是要去这边导览车，都用那个拖拉机拖着座椅的车厢，酷欸。所以我们要坐这台八号拖拉机，这拖拉机你看大概到我的胸口这么高欸。然后我们出发咯。嗨，你要那么等着我们下去的感觉。
哎、欸，马来貘哎、欸，哦，这就是安格斯牛。看火鸡超恐怖的。哎、欸，后面那棵奇异果树你有看过吗？没有啊，我以为奇异果这样都长在地上，像寒枝那样。你、欸、妈真的超笨的，难怪会嫁给我。哎、欸，麦小妹妹的脚都是那个羊屎，真的假的啦？我看，对，另外一只脚，另外一只脚没有，我该不会也有吧？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啊你嘞啊你嘞，笑什么笑啊你嘞？真大活的，就是我们结束了我们的农场行程了，拍到一些蛮漂亮的照片，所以我觉得是值得的。比较可惜的是我们错过了那个秀，如果有看到秀，应该会更不错。我们现在来到我太太说的地热公园，然后看到一个超棒的公园设施，那小妹妹很兴奋，想要去玩看看。快！我第一次看过这种设施，把自己转上去啊！这怎么玩啊？前面有提到我有个嫁到奥克兰的朋友推荐我来那个 Rotorua， 一定要来看这边地热。但是因为我们经费有限，他就跟我说有，其实有免费的公园也是很不错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免费的公园。哇，味道好重哦，好像有人在你面前放屁。看这边热到冒烟呢、欸。就跟我们频道的人气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还没订阅，赶快订阅哈！这个人应该没办法下去碰吧？只要人可以下去，我在查这个公园的资讯的时候，有说这里有一个可以泡脚的。哦，这边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这一圈一圈的都是一个洞，看不完，所以我们真的要直接去看最大的那一颗。昨天那个很像梅花的，不是梅花，是这边特有植物，叫做 Manuka。就是这个，这真的到处都看到哎、欸！啊，前面这个白白的，全部白白的就是了。哇！哎哎哎，这边的泥浆在喷呢、欸。哇！哎呦，有没有看到？很像放水屁。哈哈哈！这放水屁的感觉就是这样子。地球真的有在活动哎！我们好像在很高海拔的山上哦，大家可能感受不到这个温度，但是就是热热的，很舒服哎。哦，看起来很像在高海拔山上，哇，很像仙境哎。好像有一个人下面开瓦斯炉在煮水。哎，抱他起来看啊，他不要给他掉下去呢。他说他带我来，又没有带我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来拍一张照吧。角之城最后的北仑沟雪浮找到了这个泡脚的地方，要来纽西兰的朋友注意了啊，这就是这个池。怎么没有那个小鱼啊？吃脚皮的鱼那种。冰的。冰的。傻眼啊！难怪没有人泡。你看里面那个热不热？我赌也是冰的。我也觉得是冰的，它根本没有什么冰的。
没有付钱就算了吧。好吧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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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不用不用冰冰的，我们要前往下一站了 ，OK 吗？好冰哦。我们临时决定来一下那个胡卡瀑布，因为刚好会路上有经过，应该是这边吧？是不是有车停在这？这个就是胡卡 Falls Walk， 要走15分钟，好，快走！太快了吧！好，好，好，哎呦哎！跌倒了。哭的时候手为什么会这样子比？好，走吧，加油，我们慢慢走，没关系。怎么样？爸爸。好，哎，我一直有听到瀑布的声音呢。哦。有没有听到声音？有啊。哎呦，好蓝哦，我看到了。轰轰轰！哎，好干净的水哦。天哪，好美哦！太美了，这好像假的哦！哇，我等一下背你好不好？下一个，你知道这是哪里吗？这是。你看那边，转过去看那边，好美哦！妈妈，我不掉下去。不会，妈妈会保护你。为母则强，就是这样用的。24公斤不是盖的哈。七小先往回走，我继续往前。我想靠近瀑布更近一点，很喘。为了让大家看到，辛苦点没关系，走。哇，我猜这该不会就在那个瀑布上面吧？哇，很大声！哇 ！Oh my god！ 哇！瀑布真的太赞了，真的太赞了，太震撼了！那湍急的河流这样唰，水是那种湛蓝的颜色，感觉很清澈，感觉很好喝这种。然后配上刚刚那个夕阳，夫复何求啊！一定要来体验一下！天哪，哇，太美了，这随便都是美景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人点餐点超久的，快变麦当劳博士了，研究超久的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等一下我们就请这个麦当劳博士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他为什么点那么久。